来到这儿演出特别的高兴，因为什么呢？在座的每一位啊，学问都大，有文凭，人家这个确确实实的在这儿啊，你这一鼓掌，这一说话，我们都感觉这怎么了？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啊？是吗？你认识我啊？哎，我好像看在哪儿见过你呢。啊，那个在电视上，常见面。哦，那我问问你啊，你认识字吗？认识啊。哦，你们上电视还认识字啊？哦，这认识字啊？认识字，认识啊。你说这个模样，他能认识字？你说多好啊？那不，你怎么能就认识字了呢？问这问题，我上学呀。哦，你上学？哎，你进去几年？我进去是什么叫我进去几年呢？你不进去你怎么上学呀？你不得进去才能上学吗？啊，进学门啊。对对对，真的。你要这时候我进去十七年呢。哦，你怎么进去时间这么长啊？啊，你看，上学嘛。啊，都什么学？你看，小学，嗯，啊，中学、高中、大学。嚯，你都上了大学了？那是。十七年。你多怎么跑出来的？跑出。问话他别扭啊？怎么叫跑出来？我从哪儿跑出来的？你从学校跑出来啊？那怎么那叫跑出来嘛？哦，对对对，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？真是啊，我怎么叫放出来呀？放学嘛，放学。对了，放学是吧？啊，放学呀。啊，你问错了啊！你应该这么讲。怎么讲？我们这是叫毕业出来。哦，那行，对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毕的？毕业。阿叶。这位是打喘气可是 啊吓我这跳啊，什么时候毙的？你什么时候毙的？是什么时候毙的？哎呀，行了，我早就毕业了。你早就毕业？哎，这模样能上大学了你啊？这玩意儿人不可貌相，不可貌相。哎，那我问问你啊，你这个比大学还有更大的学吗？你大学还哦，您这意思是不是要问一问，是不是还有比大学更有学问的学校？对，您那就是一般大学毕业就升的教授。教授啊？哦，教授。哎，那还有比教授更教授的授吗？这是哪来这么一位的啊？什么叫不是什么授更瘦的？就这么着啊！你这个问话呀，我都明白了。我们在座的朋友也知道了 啊。你是不是要问一问，还有比教授更有学问的教授吗？哎，对，我就想找这样人。哎，有啊，这叫用不了，我跟你用不着。一般教授大学呀，就够用了啊，大学就够用了。哎呀，差不多了，够用了，够用了，你就够用了啊，够了，完了啊，我买了，你买了啊，我买你这大学，买我这大学啊。什么叫买我这大学呀？不是你是大学吗？我是大学呀。我出钱啊，我租你。租我们家这房子。我租你房子干嘛呀？没住的不是？不是啊，我能没住的吗？我这样能没住的吗？啊，我呀啊，吝你。今儿个真别扭啊，一个字儿一个字往外崩啊。好家伙，吝。哦，练我那自行车，我练自行车。你上过大学吗？你怎么这大伙都听懂，你听不懂啊？这什么意思？我出钱，你明白这意思吗？你出钱，我知道啊。我出钱，你啊，明白？哦，你是不是那意思说是要聘我呀？对，我想聘你。这位喝酒了。对，哦，我明白了，哈哈，那你是想替我呀？这都什么呀？这都是啊？对，我想聘你啊，想聘我，出钱聘你了啊？嗯，这回我明白了，嗯，你聘我干什么呢？给我当特务。当特务？当特务干嘛？我用着特务？你不说特务？不是这意思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我聘你啊？啊，你给我当那个秘鲁。哦，不当。
当土耳其啊？不是啊，你给我当那个露露，露露站在井边上，也不是露露，你怎么听不懂啊？不是，你给我就是说我给你钱啊，你给我当那个什么书，你明白了吗？哦、明白了啊！你也给我钱，对我那当你的书。哎，我花钱找一拜拜啊！不是这意思，不是这意思，就是抄抄写写，懂吗？哦，抄抄写写呀、啊！对，哎呀，这回我明白了，你花钱呢，雇我嘛，租我当这个你的聘文书。嘿，哎呀，聘文书，是。什么嘴茬的？好，就这么着、啊。我听文说啊，你要多少钱？你要是抄抄写写的活也不累啊。你看这个月薪呢，600，怎么样？你说这模样，你见过钱吗？啊？什么呀？抄抄写写就600块钱？你看你这现在你什么现在？现在什么呀？600啊？嗯，600不行。你说去1200耶？我要低了这价啊！再好了还有奖。还有奖，我还给你红包，是吧？会写信吗？信谁不会写？会，会写信啊，会写信，会写信行。啊、你给我写封信啊，现在就写，现在就写 啊, 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就写不了这信，你要能把这信给我写了 啊，那才行了。行，可以，可以 啊，写好了给你红包。那行，那行，就1200啊？那可以啊，1200，开始了啊！行行行，哎呀，信我行，头一句啊，哎，你说吧。哎呀，这财源可以，1200哈。头一句，哎，头一句怎么办呢？你说吧。最最亲爱的小分头啊，你看，给你爸爸写呀、啊？我给我爸爸写干嘛？小分头是谁呀、啊？我搞一对象，留一小分头，别提这么漂亮。哎呀呀！你问这个嘛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这明白。写情书，我说怎么这么着急呢？1200，行行，来啊！嗯，好，写好情书，行行，来吧。小分头写完了，小分头写完。那天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，搂见你，不对啊，搂是咱北京土话，你应该说看见你。哦，看见你，哎，好，就按你的写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你。疯了梦了，疯了梦啊！他在台上唱的歌啊，疯了梦了，疯了梦了，懂了吗？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通俗歌曲。对，哦、疯了梦了，知道知道啊，写着啊，我疯了梦了。你疯了梦了，我也疯了梦了，俩疯子。你怎么办？你就他那个长相了，就他那个那个啊，对对对，知道你。你这个小，你长得身上很高，啊，还有很多肉，有肥的也有瘦的。哎哎哎，老板，那行了，怎么着？哎呀，我听明白了，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你买肉来了，啊？你是干什么的？我们凭什么花1200？啊，我凭什么换签儿？你出词儿你？我知道，那我写不就完了吗？怎么写？你应该说，你长得很苗条，长得很美丽。我再给你加100块钱。对啊，很美丽。1300。1300啊，很美丽。你的头发很美丽啊啊，你的身上很美丽。好，你的腿跟胳膊很美丽。嗯，你的小脸儿很美丽。你还有别的词儿吗？就想不出别的词来，全是美丽呀、啊！你的小脸儿、嗯，你的小脸儿，哎，就像秋天的苹果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白上个大学，你都没出这词儿。我告诉你，这俩眼睛蒙蒙的。你那眼睛就像夏天的葡萄。嗯，你那小嘴就像春天的樱桃，全是水果，啊、水果。你那眉毛就好像冬天的黄瓜。哎呀，你那鼻子就好像刚丰收的柿子一样，长得这么这好看吗？我们这头都好，就这么写，这挂这个黄瓜，这有柿子，这好看吗？你写去没写？我叫你这么写啊啊！行了，
着急。好好好，嗯，行行，1300，我这1300啊。哎，别着急，哎，我越学越好的。那我知道，知道。嗯，哎，亲爱的小分抠，嗯，有一句，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了。原来全是瞎话。咱俩是天生的一对儿，咱俩是天上河鲤鱼。咱们是地上河鲤鱼，咱俩是天上有飞机，地上有大炮。你捣什么乱？你捣什么乱？你捣什么乱？你是文书吗？你捣什么乱？你在这儿？你让我们这个朋友说说，你家有飞机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就是那个你这不地上有大炮那个词形容一对情人，天上什么，地上什么的那个。哦，您要写这个戏里的词儿。对，还有戏里词儿，您得这么写呀、啊？怎么写啊？天上是比翼鸟，嗯，地上连理枝，哦，是吧？水中比目鱼是一对鸳鸯鸟啊。对，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。这是东西吗？就这么写啊，就这么写、嗯、就这么写。现在我跟你说，嗯，说吧。从我家里跑了两个女的。你是人贩子呀？你人贩子。你不刚才说跑俩女的吗？你不成家，我成你不过日子，我过日子。到时候他不跟你过了，他跑了，你怪我吗你？哦，哎呀，你应该说离过两次婚呢。哎呦，你别大学教授吧你。不敢，对，离过两次婚。哎，这事好，行，我离过两次婚。哎，你这么说就对了，不什么叫跑俩女的？是啊，我离过两次婚。哎，哎呀，这个词儿这么深，那个小分头都听得懂，懂，除了你不懂都懂。啊，那懂就行，别人说不懂。行，你甭惦记这个。头一个女的啊，她不让我天天搓麻。嗯，搓麻。就打麻将牌啊，知道。我朝他脸上啪打上去了，嗯，他哇哭了，到我妈妈那里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，打跑了一个，嗯，第二个女的啊，她不让我天天搓麻，嗯，我朝他脸上啪又打上去了，她朝我脸上啪还手了，她还朝我脸上挥挥你了，我帮给他一脚，哇。嗯，哭了，到我妈妈那里，说到他妈妈那里去了。哎，妈妈，你能不能找个翻译？哎，你这话太啰嗦了。啊？什么？你妈妈他妈妈这个？你听懂没听懂啊？我听懂，你找个翻译。听懂你得给电词，我不你不要我请你干什么呀？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对，1300不容易挣。对。好，如果你到我家里来以后，嗯，你朝我脸上趴，嗯，我绝不往你脸上趴。你朝我脸上趴，我不往你脸上趴。这乒乓球比赛，乒乓球干嘛呀？我打乒乓球的啪啪。这个话应该怎么说呀？你这么应该这么说啊？你应该说的，你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再给你加50块钱。好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哎，好，就这么写，这就对了嘛。哎，嗯，哎，我是个大款。不，你就是你有钱，有钱不行，是大款，大款，这不能拿啊，大款，嗯，啊，大款，你到我家以后，嗯，上路，大腿不要了，哦，把它锯断了，找拄个拐，啊，拄拐干嘛？不是大腿不要了，不是这意思，就是你再上路买汽车。明白吗？你直说买汽车不就完了吗？这就是不让他再走了。好家伙，什么意思吧？那锯腿干什么呀？你锯腿，谁让你锯腿了？啊，买好车，好车，加长的，嗯，哎呀，再给你买条狗，买，好，买条狗是大狗，嗯，花的，大狗花的，再买条小狗，小狗长毛的，白的，长毛的白的，大狗一叫汪汪汪。嗯，小狗一叫汪汪汪，大狗康康咬小狗一口，小狗汪汪，你坐那哈哈哈哈，我说受不了啊，我说我写不了这封信，你写不了不行，我不给你钱了，你是我聘的文书，我再写就成文盲了。